你好，你好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想来看看这个二号病房的那个病人，他叫刘静。可是我们现在这儿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，要不您明天早上再来吧。不不，我求你了，他生病了，一直瞒着我，我刚知道，我今天来啊，就是来看看他到底什么情况。您是他的？哦，对对，我是他爱人。 老季，我得跟你说对不起，这事我不应该瞒着你。到底是哪出了问题？乳腺已经做了钼靶的检查，结果是 4C， 就是说恶性的概率高，所以要住院做活检。 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不是还没出结果呢吗？万一是虚惊一场呢，让你们跟着难受啊！你的工作那么特殊，现在都是在节骨眼上呢，我得考虑大局吧。 什么时候出结果？前两天做的，第一次穿刺没中，周一还得做一次。老季，你别那么大的心理负担，现在还没做活检呢，还没结果。 不提了，不提了。不是以前我要是对你关心……提了。你工作上要操心的那么多的事儿，我总得替你分担吧。再说了，这说不定没事儿呢，别那么大的心理负担啊。实在不好意思，两位，我们这儿要锁门了。哦，我可以陪床吗？ 陪床可以，那您跟我去护士台登个记，然后领个架子床，您就可以睡这儿了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哎，不陪了不陪了，洋洋还在家呢，咱们得先瞒着洋洋。你要是在这儿陪我，他不就知道了吗？你本来说明天回家，现在回不去了，怎么瞒洋洋？嗯，这个你就别操心了，我来想办法。等我下周回家了，这个缓过来源。嗯。 明天一早就过来，周一做手术，我过来陪你。哎，你糊涂了，周一是洋洋的家长会。穿刺就是个小手术，洋洋高考是大事儿，总得分个轻重缓急吧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没事。不是你一个人，我没事儿的。
快回去吧，你回去晚了，洋洋就该怀疑了。那您是不陪床了？不陪了，不陪了，走吧。行，那我送您出去吧。哎。行，那我就回去了。你早点休息。哎。我明天一早就过来啊。刘女士，那是您爱人吧？可算来了。这都是为了孩子，他今年高考，就怕影响了他学习。哦，哎，我也有个3岁的儿子，可淘了。哎，我一直想着，等他长到18，我就应该可以解放了。哪儿那么容易呀？18岁可是一个小孩长大成人的重要时期，当父母的能不做点牺牲吗？嗯，也是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您赶紧休息吧。啊。夜幕下，有人留在听故事的酒馆，有人在北极人分晚餐，写下了白天还算亮丽的光环，纷乱回归平常。像我们围坐着细心的交谈，关于明天该如何打算，快乐和悲伤总是来回的切换，都是必经阶段，人生终于跌跌撞撞走过半，幸好我们算要是能选择的话，你还会选择他做你爸吗？选吧。心理讲座这一块，目的呢就是想从学校和家庭两边同步入手，为孩子们减压。我带了很多届高三，高三呢是6年中学生活当中压力最大的一年，也是孩子们长到现在压力最大的一年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，有很多孩子会有一些过激的行为，会用一些错误的方式去减压，比如谈恋爱，比如抽烟、喝酒，甚至有一些暴力的行为。咱们就拿恋爱来说吧，不但耽误时间，还有可能造成其他的麻烦，而到最后也几乎没有一段感情能善终。家庭关系也是一样的，
的确，我们承认啊，高考这一年非常重要，但也才占了人生的几十分之一。为了这一年破坏亲子关系啊，也是很不值得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学校呀，今天请来了社科院的心理学教授啊，孙老师。孙老师呢，专门研究青少年的心理健康。下面就有请孙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心理专题的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，有以上两个方面：第一是精神压力，第二就是所谓的早恋。下面呢，我就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这两方面的内容，稍后呢，我会跟大家有一个详细的分享。我想在座的各位家长对于早恋肯定是非常熟识的了。到了高三，我们很多家长最担心的问题，最害怕早恋了。其实还有比早恋更可怕的，老师说了一会儿会详细展开，你一会儿再听呗。赶紧说。哎，姐啊，你早点过来。有很多学生家长跟我说：“孙老师，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都提高了。”问你呢。可是为什么我们孩子变得越来越脆弱、玻璃心了呢？没早恋。我的观点是，造成这种现象，那你第一次恋爱什么时候？多种因素影响的。比如说，你们这个独生子女，就好奇呗。社会的快速发展，逐年增高的离婚率。以及单亲家庭等等这些因素共同交织，导致了我们现在青少年的自杀率呈现逐年上升的。我先说我的啊，尤其是到了我大学毕业那会儿才第一次谈。等面临人生重要抉择的关键时刻，没谈过。往往会导致为什么？我没时间，不想谈。焦虑。我看你刚在台上那样子，等等，还以为你受过早恋的刺激呢。这些内容呢，我受没受过刺激跟你没关系啊。高三压力大，你别刺激我就行。好，嘿，下面呢，咱俩试一次。嘘，别讲座。内容，早恋，哎，就是我们大家谈苦色变的早恋。在这里啊，我首先想明确一个观点：恋爱它不分早晚，我们不应该用一个早去误读它。其实我们可以想象，恋爱。本身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，只不过是在特殊的时间段与我们高三的学习任务发生了冲突。我们现在很多高三的家长啊，总是怀疑自己孩子你到底有没有早恋。我跟你说，往往这样的行为会有损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，加大你们之间相互的压力。老师讲得真好。这个老师讲的还挺有干货的，我刚才记了不少笔记呢。哎，像这种讲座以往每届都有吧？没有，今年第一回。好像也是因为有一个孩子得了抑郁症住院了。啊，都住院了，这么严重吗？以前我也没关注过。哎呀，要不是这一次，不知道高三的学生有多难带。不是刚才说了吗？还有好多早恋的。是吗？好像没跟我说呀。他怎么会跟你说呀？哎，他不会也早恋了吧？哎呀，他不早就恋过了吗？跟那个桃子。不是那房子搬过来的吗？但是你说，哎，小孩到底是不懂事，不了了之了。现在，咱们就是一小孩瞎闹的肯定。哎，不过我说呀，这桃子好人选啊，你看文文静静的，学习也好，长得也漂亮。这货物人选不是有了吗？咱家英子呀，你别赖账哈。谢谢。带着四套房子都给我过来。我还真觉得凡凡不错啊，很可爱。咱俩说挺热闹，人家还不知道同不同意呢。哎，季局长，老季，你们俩过来。啊，好好，他出差了。哎，一会儿有什么重要信息互动一下啊。好好好，耽误有急事，得赶紧走。好，那教师咨询你不去了。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赶紧走啊。好，回见啊。哎，再见，再见。瞧这慌里慌张的，哎，区长啊，不容易啊。哎，我去找一下潘水问问咱们的事啊。潘老师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那我去找找吴老师，你们聊啊。好，拜拜。我这也不说话。
谢谢啊，你跟那个跟我们说黄一凡这个艺考的事儿，又给我们资料，然后又跟我们电话沟通，考虑怎么样了？你说完以后，我们也去咨询了一圈，也看了一下，就是觉得还是算了吧，因为凡凡吧，现在要准备，一个是时间上来不及，第二个我们就觉得他真的不太是这块料，所以我们想还是算了吧，还是参加普通高考。那也行，我们反正尊重家长的意见。那我们作为老师呢，只是给个建议啊。这毕竟呢，确实是一个能上一本院校的这个一个捷径。是，我们也知道啊。这已经11月份了，所以到底最终去不去呢，还是你们做决定。不上了，不上了，我们已经决定了。李老师，哎，英子的情况你也了解，她这次期中考试啊，一下成绩掉那么多。哎，这个事，咱俩之前不是也交流过吗？是。我觉得咱们这活动挺好的哈、啊，也给我提了个醒。其实，我对孩子在学校的具体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，就想问问您，英子没早恋吧？没有，宋老师，这个您放心啊，绝对没有啊。如果我们要是发现有任何早恋的苗头，我们肯定会找学生和家长谈话的。再说了，学生那点小动作，老师看的还是很清楚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个您就放心吧，英子呢表现得很好，啊，您还是多关注一下她心理状况，别给她太大压力。是是是，这次考完以后啊，我单独也跟她聊了聊，我自己呢其实也反思了一下，确实觉得应该改换一些方法应对这高三。宋老师，您是我前辈啊，应对高三呢肯定很有经验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英子呢底子打得好，她只要啊心态平稳。啊，发挥跟以前水平一样，高考肯定不是问题的，啊，您放心吧。啊，对了，我看英子好像冬令营没有参加报名啊，是您不让她去吗？不会不会，我当然支持她去，就是还没有选好具体的学校。这不是北京的孩子吗？还是想在北京范围内选一家。对，这次机会反正挺难得的，这报名也马上截止。啊，我们呢还是鼓励尖子生去参加的。你要是冬令营表现得好，还能参加自主招生呢。要不这样吧，您回去跟英子商量一下，如果要是参加的话，就赶紧把这报名表交上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尽快。好好好。喂，陈书记吗？啊，下一年度的总体规划和整改方案，我已经让贾主任放到你桌上了。对，已经提前完成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工作。这不年底了吗？早做完规划，也好更早的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。陈书记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我想请几天假。对对对，家里出事了，我爱人生病了，正在做穿刺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陈书记。哎呀，机器人。哎呦，哎呀，季局长，庄主任，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才听说您爱人倒是住院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不麻烦，我呢也不是刚查完房嘛，就是顺便过来看一看。季局长啊，您也真是，这有点太低调了，怎么着也应该跟我打个招呼。哎呀，我是没办法。哦，对了，您爱人呢？第一次的穿刺结果我已经问过了，它主要是这个肿块啊，它这个位置，有一点偏，不好下针，所以这次呢，我们安排了最好的医生，也做好了术前的会诊，只要把这个位置稍微的调整一下就可以了，您放心。好的好的，张主任，那就谢谢您了。哎，别客气别客气，
不是，您先忙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好好，再见再见。啊。区长您好，吴爱人没事吧？季区长您放心，今天穿刺很成功，病理标本呢，我们已经送去做活检了。那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病理结果一般需要7天左右吧，咱们一起耐心等待好吗？好，你对对，我再问一下，这个手术后应该注意点什么？穿刺部位呢，24小时之内要保持清洁干净，不要沾水。您夫人好像平常体质不太好，要注意给她增强营养，好吗？哎，好的，谢谢您，大夫。是病人家属吗？啊，可以扶病人回病房。哎，好的，谢谢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疼吗？这麻药劲儿还没过去呢，没什么感觉。啊，那就好。哎呀，都跟你说了嘛，就是个小手术，别过来了。手术前，主任带着主刀医生都来看过我了。嗯。洋洋家长会怎么办呢？我就从那边赶过来的，别操心了。那你没找老师单独聊聊啊？今天没碰到老师，没跟他们单独聊，下周抽时间再去吧。但是之前的讲座我是听完了。啊，讲座说什么呀？就说现在高三了，孩子这个压力大，家长呢教育要讲究方式方法。那还说呢，就说有一些孩子呢压力太大了，容易精神上出问题。下午放学呢，学校会占用大家一点时间啊，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系列的心理讲座。这个在家长会上呢，已经跟家长都沟通过了，要求每一个同学啊必须参加，主题呢就是认识自己，减轻压力，啊，这个呢还有好多活动，希望你们都好好听，好好参与，好不好？傅老师，这个活动要参加多长时间啊？啊，时间不长，你们不能每天都24小时闷着学习，这样会出问题的啊，还是得适当的放松放松。那李老师，不用写什么心得体会吧？这主要就是让你们放松的，你写心得体会，这还叫放松吗？讲座为了什么呀？就是让你们放松，给你们减减压啊，不要有任何负担啊。嗯，明白。今天下午的活动结束后，下一次的活动在周三下午，主题是认识家庭。哎，不是老师，嗯，我觉得这主题不够好，就我们能不能讨论一些比较感兴趣的话题？比如说？就比如说。如何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，促进和异性的感情？这，哎，不，我觉得稍微修正一下啊，就是在不影响学习的状况下，促进和异性的关系。哎，你俩给我严肃点，跟你们说正经事儿呢。嗯，高三嘛，我也经历过，也是前几年的事儿，对吧？我跟你们一样，视自己的父母为豺狼虎豹，视自己的家。为万恶的旧社会，但是呢，你们也不能搬出去，对吧？每天还是得面对父母。要是天天挨骂，我觉得你们也没心思好好学了。所以我觉得认识家庭还是很重要的啊。你们回去跟父母好好互相交流沟通，畅所欲言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压方式。哎，老师，嗯，但是老师，我觉得这样也太浪费时间了。我们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限的学习当中去，是不是？对对。所以说，这样的机会还是留给冲刺班的好学生们吧。哎，再见啊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次的活动是全年级统一安排的，一个都不能缺席。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明白了。同学们，我们今天活动的内容叫认识自己。我想在活动开始之前呢。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心理游戏，游戏规则也很简单，待会儿啊，大家听我的命令，打乱各班的这些次序，
大家可以找自己认识的人，每10个人一组，组成一个圆圈，然后大声地向同组的其他队员介绍自己。比如，我叫孙毅，我是孙鹏和高晓芳的儿子。可能大家听到这个游戏的规则很简单，甚至有些幼稚，但是待会儿在活动进行过程中，大家就会发现我们中间有很多人会跟大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你发现你同组其他队员有异常反应的话，一定要记住，不要去打扰他，不要尝试去安慰他，给他时间让他释放自己的情绪。记住我的要求，一定要大声的自我介绍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开始。那个洋洋，英子、桃子、磊儿，那个大熊来过来。哎，您行，你过来。过来，这可是你们邀请我的。行行，别磨叽，废话那么多，赶紧站起来。来来，围个圈，围个圈。来，往前让，往前让，往前。我先来啊。我叫方一凡，是方圆和童文杰的儿子。我叫季洋洋，我是刘静和季胜利的儿子。我叫黄芷桃，我的妈妈叫陶月，我的爸爸叫黄文新，我是他们的女儿。我叫高鹏，我的父母离婚。我叫乔英子，我的妈妈是宋倩，我的爸爸是乔卫东。对，他父母也离婚了。我叫林磊儿，我是林耀伟和童文静的儿子。我叫王一迪，我爸叫王大柱，是上市公司的 CEO， 我妈叫王晴。李小畅，我是李畅的女儿，爸爸去世了。我是林赛文，我有两对爸妈，名字都记不住，还是不说了吧。我叫何雨红，我妈妈叫吴金星，我爸爸叫何世，我妈叫熊佳，我叫姚子怡，我爸叫姚明，我叫林丽君，我爸爸叫林金平，我妈妈叫李英，我叫朱云静，我妈叫朱莹，我爸叫朱云。没想到搬进家里的孩子有这么多。我叫马梅，一开始我不知道呢，我以为就几个。我爸叫周明，我妈叫周坤。没有爸爸现在。已经完成了组，可以举手示意。好。第一个活动我们已经完成，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活动，形式呢跟刚才一样，只不过内容稍微有一点微调，就是我们大家相互之间不需要说话了，每个人拥抱你左右两侧的队友，时间要超过3秒钟。这个活动我们称之为拥抱疗法，它可以减缓心率，降低血压，释放有关快乐成分的多巴胺分泌。所以同学们，你们这时候呢一定要排空自己心中的杂念啊，不要害羞，坦然地去拥抱你身边的同性或者异性的队友。开始吧。孙老师来一下。海包来海包，一二三，好好好。来，磊儿，来。宋老师，喂，我就是想问一下啊，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它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就拿离我们最近这一组吧，那个同学是不是叫方一凡？啊，方一凡，对。对，我们可以感觉到呢，他的家庭生活应该是很幸福的。来，他平时跟自己父母之间的关系呢，应该也是比较密切，他自己本人也没有什么孤独感。嗯，所以说他在第一个活动中可以大声有自豪地讲出自己父母的名字。但是你再看他第二个活动里边，他跟自己队友之间只是很简短的一个拥抱就弹开了。我们有句老话，
叫缺啥补啥。他平常在生活中来自家庭的这种安全感已经很充足了，所以说外界释放出的善意呢，他呼应的并不是很积极。而反过来，我们会发现有些同学在第一个自我介绍的环节的时候，他的情绪异常，甚至哭了。这说明他的家庭是有创伤的，也许他是来自于单亲家庭、重组家庭，或者从小父母在身边，是老人啊，或者是亲戚把他带大的。他们平常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异常，但是他内心深处来自于原生家庭的这种伤害呢，他是有一个长期的修复过程。往往这一类的孩子，他们对来自外界的善意的举动会做出很强烈的呼应。可真是啊。哎，英子，我发现一件事儿，那磊儿最近有点不正常。你没发现啊？他今天抱桃子的时候，明显感觉都不一样。那不是老师要求的。是老师要求的，不过我能隐隐约约的感觉到，他可能喜欢桃子。没有，开玩笑，瞎说的。因为啊，我觉得他和王一迪还是更配。我说这么多你也不说话，怎么了？这一个拥抱疗法，还给你拥抱郁闷了？老师不是讲到原生家庭的影响了吗？我也想到我爸妈，心里就有点难受。你就是因为你爸妈离婚，所以才难受啊？其实你不用难受，我挺羡慕你的。你羡慕我？啊，因为你有两份零花钱。你看，你爸给你一份，你妈给你一份，我呢就是我爸妈一起就给我一份，还挺时间亮的。我宁愿只拿一份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一块了。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他们在一块有什么好的呀？啊，他们只会在一块训你，一起教育你，一起管你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，当时你爸妈离婚的时候，那时候正好咱们初中吧。当时我跟我爸妈说：“爸妈，要不你俩离婚吧。”结果他们把我打了一顿。你有病吧？你不需要你爸妈好好的吗？是希望他们好好的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不匹配，你知道吧？我爸平时在家就唯唯诺诺、卑躬屈膝，天天在家就是：“哎，媳妇儿，吃苹果不？吃水果不？”他就是在家一点存在感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我妈就是在家太强势了，天天，方一凡起床，方圆你干嘛呢？别磨叽，太强了，俩人一点不般配。所以我觉得他们离婚之后啊，我爸会像乔叔叔对你好那样对我好，我比乔叔叔更好。别开玩笑了，你也别安慰我了，没人希望自己爸妈离婚。是，没人希望。当然了，我也不是开玩笑的，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决定不了他们离不离婚。所以我也不想这事儿，反正我以后找女朋友不会找我妈那样凶了，多吓人！不行，你也别伤心了啊，放平心态，啊。哪儿了？买什么呢？啊，你这是辣椒酱、炸串、油饼，你们家不是不让进这些吗？英子爱吃吗？哎，我也只能忍了。哟，你现在可以，这你都能忍得了啊？忍不了啊！说实在，我闻着油味我都想吐。那你还买这么多？那你们说的呀，让我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喜好啊，不是理解吗？那就爱吃这个呀。你说这都有什么好？这吃多了以后就是肥胖啊，高血压，什么冠心病，也就是他们年轻。要是咱们吃了，什么毛病都得出来。你知道孩子们为什么喜欢吃这个吗？因为里面添加剂太多了，什么香精啊、香料，这个那个的，都觉得所以算了，现在，哎呀，只要孩子高兴，让他吃点吧。你家英子已经够优秀的了，吃点垃圾食品没事儿。是，你们都说他优秀，我也知道他乖听话、啊，学习也挺好，性格也挺好，是吧？是。那我是当妈的呀，我知道他的好，我也知道他的不好啊。
你说能让当妈的不紧张孩子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，他还是那样是吧？我就给控制点量就行。对，哎，今儿上课那个老师不是说了吗？要那个什么，松绑。对，松绑松绑。我也给我自己松松绑。我也给他松。哎，我怎么觉得我给自己上到一个榜了？上哪儿松了榜了？就别不开心了。要不这样，我虽然不信你这个什么拥抱疗法，但是我下午跟磊儿抱了一场，感觉还不错。咱俩没好好抱吗？我就勉为其难让你抱一下，怎么样？磊儿，抱抱。我上去了。英子，英子，你听我说啊，你不能一直这么不高兴一下。一，对你身体不好；二，你今天这么憋着，你难不难受啊？你说出来，他不就舒服了吗？对不对？自从我爸妈离婚之后，我就没怎么再开心过了。从那之后，我妈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一门心思对我好，觉得什么事儿都没我的事儿重要。那你妈对你好，你还不开心啊？可她越对我好，就越有压力，你知道吗？我家里有张计划表。里边写了，从早到晚我该干什么，我不能干什么，我都得严格按照那张表上的来执行。我真的快喘不过来气了。我这次期中考试吧，那些题其实我都会，我知道答案是 A， 但我写下去就是 B。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，好多题明明我妈都给我辅导过了，可我就是不想写。咱俩的情况呢还不一样，我呢是什么？我呢是卷子填得满满当当，就答案都填上了，但是对与错我就不知道。我就是觉得没意思，高三没意思，高中没意思，家里没意思，学校里也没意思，什么都没意思。你听一下，我插一句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对。你不能天天想着这个没意思，那个没意思，你得想想什么事能让你开心，知道吗？我爸回来就挺让我开心的呀。嗯。可是，我以为他永远都不会走了，他永远都可以陪着我。但我现在见他一面，我都要顾及我妈的感受。我爸现在那套房子，就是我们家第一套房子，我就跟那儿出生长大的。我还记得我们仨跟那儿过了好久。我还记得原来那卧室里有我的一张小床，我全都记得。我爸妈离婚之后，我爸收拾行李，一件一件的从家里把东西往外搬，我就趴在阳台上看。我看见他在楼底下拉着他的行李箱越走越远，人越来越小。从那之后，我就知道了，他再也不会回来，他再也不属于这个家了。你好好想想，这家人在哪儿？你想想家人。啊啊啊！没事没事，啊啊。不哭了啊，好，没事没事，不哭不哭，不想这件事儿啊，嗯，啊不想不想。什么了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是影子和海法吗？
哭了啊！不想这些不开心的事，等我。嗯。他俩怎么会抱在一起啊？我不知道。是啊，他俩怎么会在一块儿啊？不会要亲吧？不，我感觉，我感觉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哎，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吧，看着多不好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哦，好了好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啊，有我。实现了吗？时间。